počula.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圣诞节，跟我参与交换礼物的会有一些国中的女生，我们会准备好礼物坏礼物，然后全部混在一起，所以你有可能会抽到两个坏礼物或两个好礼物。女生的心思比较细腻，她们如果抽到两个地狱会瞬间崩溃。可是先讲好，如果大家崩溃或哭的呢，直接现场两巴掌，不能崩溃哦，不然抽到什么礼物都不能走心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，希望她抽到坏礼物。哎，打地上要投垃圾的时候，那包谁的？来几号？来来，棒球完蛋了。一，OK， 可以了。小孩 cosplay 老鼠，一到十颗星，给这个礼物几颗星？五颗。坏礼物，坏礼物，坏礼物，坏礼物。九号。哇！我靠！很好哎。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你不要在现场念了。十四号，看一下，十四是我的坏礼物。来，坏礼物，来，我的天明名片，全台湾只有一张哦。帝王暴龙，送给你。有签名的嘞，还有一个签名板擦。这比较烂，这是签名板擦送给你。还有一个弹头，喜欢这个。OK， 这是我的坏礼物。算好礼物。几颗星？三个。算你阿公。二号，对，还有这时候带，四号，坏的，坏的，哎，第二，这是好的吧？一到十颗星给几颗星？七颗。第二张，七号，坏礼物。你现在安慰奖，你可以跟现场一个学长握手。不要。这谁送的？我这边看，难怪你会收到板擦。哦。哎、欸，这超好的，这是圆珠笔，你写字的时候就一直抖。六号，五一点五，好，过去，十二号，今天最大奖。哎、欸，打第三个投垃圾的时候，那包谁的？包的。哇！啊，你给这礼物几分？九颗，这好礼物吗？对啊，很好，不错。五号，这好礼物，这么多。哦哟，这明明就很好。我喜欢。哇！我要送啊！我们换完礼物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我另外准备一个礼物，就里面有 A B C D 五个英文字母，你们随便选。B 礼物是这个。不行 ，C 太大。我同时选的。哦，你很变态。哦，一个高三的哥哥公然泡一个国中妹妹。不要再叫了，为什么讲话都要飙高音呢？我觉得。A 是喵种子 ，C 是这个。等一下，我不要照片折下去，我脸刚直接掉去。你要吗？圣诞节，然后送你。这是我的第一集上课课的封面，全世界只有一张。啊，为什么没有帅一点？因为我就长这样子而已，抱歉。你好帅哦！我也觉得你很漂亮。黄金那张照片都是黑色的。黄金，那张照片都是黑色的。